我系 AOB 财务公司，你系曾经讽嘅担保人。仔啊，仔，你唔好再诋毁得唔得？你做乜嘢啊？我而家冇钱帮你还咩？留翻啲钱做咩啫？你有鬼钱啊？你啲古惑仔！边嚟有钱还啊？你的小钟昨天晚上打电话来，儿子再来电话，你告诉他，那12万学费我马上就汇给他。东东，你在哪里上班？在对面的酒吧。这么小的年纪应该读书，不用工作。没有啊，我觉得现在很好，赚了钱还可以给你。我不用你给我钱啊。哥哥的钱你还没有搞定啊。谈取消啦，230。好啊。喂，李宝生，而家唔得人听你电话，有啲咩事请你讲低，唔好尽快复你。喂，阿生啊，你部车系咪想买啊？我有兴趣喎，打翻俾我啊，我夜鬼嚟噶嘛，咩嘢都得噶。你唔好谂咁多啦，两个月冇供楼，你忍住俾人收楼添。嗱，我就预先揸下车喺门口压住个位，你车咗佢哋嚟，放低佢哋，我就揸走架车，你就拍翻我嗰个位，佢哋之后就会入去开把田。到时你就乜嘢都唔使理，等佢哋开完把田之后，你咧就用你最快嘅速度。9秒9车到就去锦田嗰个废车场嗰度，咁就乜嘢都掂晒。你觉得点啊？如果系红灯，我真系冲唔过红灯。当绿灯唔冲过咯，呢啲嘢得系得，唔得系忽得噶啦，铺过啫嘛。我车死火点算？我架车系后备车，我会到时接应你哋。你打算俾架咩车我？保嘅，你冇人就甩唔到班差佬。你冇信心啊？我有信心，不过你先俾架车我。我要亲自吞下架车先，冇问题。叫佢哋换嗰间金铺啦，嗰间唔掂。点解？灯位太多，万一红灯困死龙，死得啦。生日快乐！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这个吗？兴过一排噶啦，
拎翻去睇佢中唔中意先咯，唔中意咪拎翻去换啦。你个铺我同人叫咗声佢出去放。不说这个，以后再说了。问一下，要啲咩啊？你见过东东吗？唔使揾啦，系冇做啦。你揾女定沟女啊？人哋做咗你个女有余啊！我来。